警绳要还给那个，要还给外面。然后另外就是不要忘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哦。好，那在科比接线之前，我也顺便提醒，就是通知一下说，我们现在训练 B 的首页有增加搜寻功能，所以去点 TW 右上角可以看个搜寻，现在可以搜寻到 HipHop 的跟 GitHub Repo，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大家好，那个我的成果报告其实要讲周松网哦，不过因为早上我的提案是 GDBWT， 所以呢顺便说明一下吧。这个 WT 呢，因为没有人跳坑，所以我就自己建条目，然后建了大概50几个条目吧。现在 GDB 的那个 WT 上看得到，然后呢它也同步 sync 到 GitHub 里头来。啊，所以你现在如果对 GDB 专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哦，就会告诉你 GDB 专案在干嘛。好，这边还有 GDB 黑松根据点。好，那像是我们来找一个好人坑图，人坑图是什么东西？好，就要找一下坑的人坑图。好，就会告诉你，原来人坑图是这样，哦，真的有个人跟一个坑。50几个啊，那我期许每一次来我都会加一些，那到时候就会有人揪你，这样我们就不会只剩50几个，我们就会有1000多个，好不好？好，那我现在开始进入周中网了。那周中网的话就是我们原本在某一次的那个其实一直有在做周松的一个网站，然后他是希望做一些专案会诊或者是一个周松黑客松介绍等等的东西。那我们在上一次黑客松其实有几个朋友帮忙，今天也有来哦，我今天我没做，那时候有个这样的草图很复杂，对不对？后来这样就上面已经被擦掉了。那后来我们就渐渐的展开哈，葡萄槽展开，那时候那个伊帕就帮我们画一下 markup 啊，有一些概念后来跟我们整个。我自己做的这个 Markup 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这样的网站，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OK， 这是一个周松网的长相。好，你可以看到现在一进来就会直接秀这一次黑客松第几次名字在哪边，好，然后直接三个按钮，啊，这是给那个手来按的那个按钮。那你不是手手，你就会想了解更多。我们就在下面跟去画一根号的一个结构，什么是临时政府黑客松，还有一个缩图介绍。然后呢，好一些概念，好，那接下来，然后要怎么样，然后事情发生后，好，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活动大概的长相，用 timeline 的方式制作，好，活动开跑，然后有一些细节资讯会就直接列在这边，好，所以变成是你要来参加，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哎，要来参加，你就会找到相关页面，啊，就会找到后勤中心，好，你要做简报就提供你空白范本 ，Keynote、Google Slide 跟那个 HackMD 的格式都给你。好，就很方便可以做，还给你实例哦，好，可以直接抄人家在，好，这边就有一些范例，然后下面呢，流程登记表，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提案适合，有一个这样子的脉络，加上一些影片的分享，好，让大家去看整个黑客松的长相哦，这是一个对新参者很友善的一个架构，那当然这边可能还有一些文字在可以翻译哦，比方说我们回到最上面看，它这边有这个。这个叫证词的部分呢，你会找到，哎，这边有奇怪的证词，人长高也变壮了，这就是需要再修改的地方哦。那这边的文字我都拉出来变成单独的文字档，所以 TXE 的朋友可以到那个这边有个 GitHub 的 repository 里面，你会找到一些文字档，那是很容易可以编辑的，编好这边就会变好，不错吧？好，那因为这个专案其实算是刚刚的一个很大格局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也不一直在想，那下一步可以往什么地方做，这个边有个大格局，上面有一个那个 GDB Hub 系统，那在那个 Hub 系统之前还有那个人的 Hub 系统，所以那我就想说，那我们下一步来做登录，我就把它做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可以在这个系统登录，你可以看到这个账号的这边，我们现在登出一下哦，就登录，登录就可以在这边登录，那为什么要在这边登录呢？就可能可以去对，就登录，然后我把它打了，可以转交 Party。OK。
好，那你可以做一些基本编辑、个人资料、密码等等。哎，这边有个追踪 App 在干嘛的？啊，那个登录的系统希望变成一个 Hub 的概念。哦，以后其他的专案可以用 GUI 登录。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会有一页在说明这个追踪网登录系统。啊，那有一个基本的使用的一个说明，然后还有下面提供一些 Sign in with GUI 的按钮，不错吧？好，以后就可以按这个按钮，哎，就登录。啊，就不再需要做自己的登录系统。好，那这有一些好处啦。啊，就是如果大家需要去啊，比方说报名啊，需要去什么系统的时候呢？那如果用同一个登录系统啊，以后资讯可以汇整在这边，那以后 People Hub 就很容易做了。我们再不需要说，哎，我今天这边到处注册，然后这边都没有用，啊，因为 Hack 点 GUI 其实有个 People Hub， 大家应该不知道。哦，在这边可以看到 People。啊，你们其实有个 People Hub 哦，我想已经应该很久没有人来看了，我们甚至连 GA 都没有挂，所以不知道你这样状况怎么样。OK， 所以啊，目前的进度大概是到这边哈，我们接下来可能是继续去啊改进这个资讯流的部分，看是不是有额外的比方说 Project Hub 的东西可以再继续慢慢的填进来。OK， 好，那我的简报到这边，谢谢大家。